稍等吧，等一下我再关这个问题。吃我一招！我不会让任何困难阻拦我。朋友们失望。应该不是妹妹，因为能跟得上我的节奏。穿你的攻击了。但这个线其实是没必要推，这个线慢推的。但是选露露打泰坦，加上 EZ 不是很好的选择啊。就单纯的说 EZ 加露露打泰坦加滑板鞋肯定是抽象的。你很厉害，我们有时间再来一架吧。没那么好开我们。泰坦没闪，没事，无所谓，好吧，随便他。那泰坦没闪，开我伊泽瑞尔很难开的。实战这么突然，能接下我这一招吗？打 TC 是不怕硬服的 ，TC 打硬服甚至是舒服的。其实把视角这样子稍微往上切一点会更好。讲对线肯定是难打的，滑板鞋 counter 一泽瑞尔，没有必要强行追求多面手叠满十层，没有必要了，叠五层就够用了。我是觉得多面手叠个五层就够用了，刻意去追求十层没有合适的装备啊，没必要，真是没必要的，没有特别合适的装备追求十层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。
训练得当，我们也能超过他们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的机会来了！该能杀了。easy。怎么说？你有大招的。哎，坏了。大招用了，但我还有个屏障，就是我还不是很怕。算了，不需要。泰坦应该要六的，泰坦六的，没必要。哎，会战斗起来，开始。捏小鸡一样，没什么压力，还是其实还是辅助配合的好，辅助配合的好，对线打的舒服就会简单很多吧，就是。只要我们跑。主要是有一个情况，那就是说我第三件我有时候不一定会出塞尔的怨恨，对，第三件有时候我不一定会出塞尔的怨恨。如果阵容需要，如果是对面消耗能力比较强，我可能会优先出凝血剑，就比如对面是什么豹女啊、豹女杰斯这种中野，然后他们下路是维鲁斯艾希，有破克流阵容，有两个的话，我可能就第三件不会出铠甲，会出那个续航的凝血剑。出个穿甲，出个残暴之力，应该就能吃满了，对吧？吃满那个叫什么多面手的属性。但感觉好像有点远，个人感觉确实有点远。或者还有没有属性可以去替代船甲前期？但感觉也没有吧。到这个情况，现在三项魔切还是得出三项魔切肯定没问题。兄弟们，我们探讨。对，我等会儿看一眼。但有机会给我试试。没机会了，点的。冰心，我不想出冰心，我觉得冰心出了，不可能什么阵容都出冰心的呀，你说对吧？那不可能什么阵容。